勉强，如果勉强。哪一个？如果勉强。哪一个是猪肉肉？这个，对啊，这个，对。好，那就好了。对啊，对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这家炭烤店，是一间很特别的炭烤店哦。它跟一般的炭烤不一样，因为一般的炭烤都是先烤了再沾酱，可是呢，这家炭烤它是先沾他们的独家酱料之后再下去烤哦。你现在看到它这一旁边这一桶啊，就是它的独家酱料。有朋友介绍我来这间炭烤，我之前有来吃过一次了，觉得很好吃，所以大家如果有要来嘉义试玩的话，可以参考来这一家炭烤店吃哦。而且啊，他们还有独家的鳗鱼饭，非常的好吃，很香，大家一定要来试试哦。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，因为我都是在一直在介绍美食给大家，我每天都会到处去找美食介绍给大家，所以如果不想要错过美食的话，可以订阅我，然后并按下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每一次的更新，而且了解美食。你看，它是先沾酱之后，然后再下去烤，然后再加上香香的粉，吃起来真的是别有一番的风味，跟外面的炭烤一点点都不一样哦。而且这家的用餐氛围很好，就是它还有免费的汤可以喝，看你要喝多少就喝多少，而且还有乌龙茶，还有一些酒。如果喜欢喝酒的朋友也可以来这里一边喝酒一边吃炭烤哦。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啦，因为我每次都很用心的在制作影片，在拍摄影片。他现在就是在沾酱了，然后把一些那个青菜啊放进屉里面，然后再放去烤的话，青菜会特别的更香，然后更清脆。现在我要用餐啦，就还是那一句话哦，请大家订阅我，谢谢。糯米肠，糯米肠。
在这里。很弱。笑起来的话，啊，我不能笑起来，对对对对，有，对。